花美，你嚟揾我做咩？方世玉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肯唔肯做我徒弟？你简直多此一问，系唔系要我铲平少林之你先肯做我徒弟？我话俾你听，就算你今次唔想嚟，我都好想揾你为红总舵主报仇。就凭你好，如果喺三招之内我输咗俾你，我就做你徒弟；如果唔系，你就要做我徒弟。细玉，冇事啊嘛？你冇资格做我徒弟。百明，你嚟担，今日我要为洪大侠报仇。方丈冇可能破到佢，罩门已在36余之中，我谂方丈应该知道。我输咗，冇可能，我唔会输。我点解会输？我系天下第一啦！我唔会输，我唔会输嘅，我系天下第一。阿弥陀佛，我系天下第一。现在，现在，方丈，依家应该点样处置佢？不如就将佢困喺山洞里边啦。方丈，留佢喺世上，佢仲有机会伤害其他人。不如等我杀咗佢，为洪大叔报仇。细玉，你又何必增添罪孽呢？你睇下佢啊，佢已经得到最大嘅惩罚了。